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邓红说法节目，我是美国兰麦律斯邓红，让知法守法，据理力争。下个星期，D.C. 的巡回法院将会啊、呃、对特别检察官对川普的案子进行一个听证会啊、呃，这个 D.C. 巡巡回法院将会呃考虑的就是川普啊、呃、在一月六号这个一六 J 六的案件。 扮演的角色是否跟总统的啊职责相关因为是否川普享有总统的免责权？当然，同时今天啊，上诉法院已经是向双方律师都做好心理准备。他说啊，在这个一月九号开庭的时候，我们要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哎，而这个问题有可能会让川普。 啊，这个 J 六的案件全部翻盘，因为现在检察官啊，这个川普的律师也是做好了准备啊。在这个今天啊，这个川普代表川普的律师透过 Fox News，他表示他说，现在第四上诉法院正在考虑 Jack Smith 啊他的任命是否符合宪法。所以话，这个部分很重要。当然的话，根据啊现在而提出来这个咨询。 质疑特检 Jack Smith 的资格的是这位德高望重啊，前啊司法部部长 Ed m e e s Ed m e t h 是在里根总统任期期内的话担任司法部部长的。他跟联合另外两位法学院的教授向这个上诉法院递交了这份。 法庭之友的啊被呃这个这篇的啊 brief 这个是啊、呃、是三陈清书啊、呃、在所有的案件里边的话啊这个双方都要提出陈述书，如果是跟这个案件无相关系的啊但是不是双方的律师以后话，除了这个之外可以向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的话提出一个法庭之友你是帮忙法院做出决定要考虑的这个因素的而 a d m i t 连同两位教授向法院递交了这个啊法庭之友的澄清书，里边的话就是挑战特检 Jack Smith 他的任命是啊是否违法？所以话如果是上诉法院或者是打到最高法院裁定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不具备特别的特别检察官的资格，这种情况之下，那 J 六对川普的起诉案件。 就可能会被撤销，所以为什么这个特别检察官现在法庭只有外面的这些保守派的这些法司法部部长最后提出了这个呃质疑？他里边的话，他就认为从这呃这个认为特检 j a c k Smith 他是只是一个单独的私人而已，个人而已，他不具。 特别检察官的资格，它里边的话，在这个三十二页的澄清书里边，你可以看得出啊，写这本书呃提出来的是 Evan Mees 啊，一个第三世，以后还有这个 Law Professor Steven 呃 g l a s p b e 还有一个是啊 Gary Lawson 这三位人士像提出来的。他说啊，supporting either party，他跟这个两个不两个双方。 都不也不帮川普，也不帮特检的。他说他里边提出来的话，就是说他只以最重要一点的话，就是说，究竟一个普通公民 Jack Smith 是否有这个权限来代表美国政府啊来进行起诉啊前总统？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他们的结论就是 Jack Smith 不具备总呃呃特别检察官的资格。 他里面讲，他引用了几个理由。他说，在所有的这部分，在美国宪法、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法律都没有啊任何一个法规以后授权成立了一个特别检察官。他说，你在按照美国的法规，你要国会、联邦政府要成立一个部门，你必须要通过。 国会认可，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办公室是经过国会认可，是由这个特别检察官这个办公室的。所以话，这个部分的话，所以本身特别检察官的话，这个这个职位里边的话，就是不是由国国会所授权的。第二个的话，你现在所有的司法部的部长，并且。 有九十五个司法部的助理部长，还是各地的部长，他们都是总统提名，由国会进行听证会，最后由参议院来认可、认证了，审核资格通过了，才能够正式出任检察呃检察官。这个特别检这个检察长的话，就是说，所以你所有的。 这些检察官的话，你 Jack Smith 书院是替检察官办公室里边做检察官，然后派驻这个国际法庭里边去。但是哈，他的职位太低了，没有经过总统提名，没有经过国会参议院的认可，这个没有这个程序里边的话，现在全美国的话有九十五个这个样的职位都是。 是这个各地好像罗汉基地方的检察长啊，他就是要经过总统提名，要经过国会认证的啊，这个所以这个都是要经过程这个程序。所以话他说这里边他提到的话，你这些检察官是经过考验的，经过国会认证的才能够作为一个检察长。而现在目前这个尽管是你司法部部长。 Mary Garland 是有权利提名让他们作为特别检察官，但是这个候选人应该是从九十五名经过国会、经过总统提名、经过国会认证的、认可的这些五九十五个人里边的话提出来的。所以说，你不能够随便找一个检察官来就来来来调查。Jack Smith 虽然是司法部的呃这个检察官，但是 他不是检察长，所以话你特别检察官的话要任命的话，你必须是要在已经是经过国会认可的这个九十五名的各地地方的检察长来提名出来的。所以的话他认为，Jack Smith 他只是一个 private citizens，只是一个普通的啊这个公民而已，他不具备啊这个特别检察官的资格，所以因此。 他认为，去年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号，特别当时 Mary Garland 司法部部长已经超越他的范围，任呃的破例了，调一个资没有资格的人士来担任特别检察官，这个是。 呃，他是违反美国宪法的。他举例了说，以前的特别检察官都是从这个九十五名经过总统提名、经过国会认证的这些人，这些人的话，他是有具备，呃，已经经过国会、经过总统的啊，呃,呃，确认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出任特别检察官。这个是非常 powerful、非常强而有力的这个论点。 啊，以后，并且他是由这位德高望重的 Admiss 啊，这个前司法部部长，还有两名啊，这个法学院的教授、宪法的教授所提出来的，所以上诉法院一月九号会做就，就正针对特别检察官他的资格是否具备资格，如果他不具备资格，那基本上这个案件就。 呃，不就不能够啊，这个 Jack Smith 的话，他就不具具资格。那将来如果是真的是按照合法的程序指派的这个特别检察官，会不会像 Jack Smith 这样子来的话，那可能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们希望是能够赶在三月四号对川普进行起诉。在法律里边呢，打官司，很多时候。 最重要是要攻击，除了这个在法庭上攻引用事实、引用案例之外的话，你还要想办法将对手啊，这个打败对手啊。常常打败对手的策略就是我们常常说，If you don't like the message, message kill the messenger。 也就是说，你不喜欢他们的论点，就将送信的人；你不喜欢这个信词，就将送信的人先杀掉。这个策略就是川普现在正在想呃用的，就是想办法呃这个打赢啊 J 六案件的。就是说，你这个特别检察官以后你不具备资格，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换下来了以后，就算。 Mary g a r l a n 重新要调整，但是往往已经打乱了这个策略。同样的啊，这个川普的话也利用这个案件啊来想办法证实你 Mary g a r l a n 以后这个特别检察官是有政治目的。 想办法透过政治的手段来参与政治，打击政治对手，成为民主党的打手。所以从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个论点啊、呃、也是非常呃独特啊、呃。当然的话，呃，上诉法院啊、呃、，D.C. 的几位啊、呃，这个呃三位呃上诉的法官会就这方面进行听证啊、呃。当然，呃，D.C. 的上诉法院啊、呃，目前还是以。 啊，民主党总统所提名任命的法官为主啊，所以三名法官裁定之后，川普不满可以上诉到这个啊、呃，这个上诉到啊十一个村委法院一起讨论，真的不服可以打到最高法院里边去。当然川，川啊特别检察官是否具具备资格，这个已经成为新的一个辩护理由了。 啊，加州在过去几年来说是永远在这个呃，在环保政策方面是走向极端的。啊，从啊啊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啊，这个将加州很多极左的政策啊都是全部否定啊，并且在环保政策方面，川普啊透过联邦。 环保署 EPA 啊否定了川普呃加州的很多啊政策啊，在过去呃、啊、三年多，加州啊这个趁着川普不在白宫的情况之下啊，他们也通过了一系列啊极端的。 环保政策包括啊，这个在二零啊，这个二零三五年之前，所有在加州的经营的汽车经销商都不能够出售啊、呃、油车、汽油电呃汽车啊，必须全部新车必须是电车啊，今并且今年所通过的话，要求所有的啊卡车啊货车。 啊，这个 bus 的话，啊，在这个在二零三四年之前的话，啊，全部要换成电车，啊，当然啊，在这个环保政策方面，联邦政府因为环保的措施不是加州而已，你这卡车啊，如果是外州，呃。 的的卡车开进加州的送货，或者是这个外州的这些卡车登记在外州，在加州进行运货，时间待留长的时候，那这个有没有违反加州的法规？所以这个部分州跟州的之间的商业往来运输交通的话，是由联邦政府机构来的。现在他们知道有可能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份川普会赢，赢的情况之下的话，这个情况。 那环保政策会不会出现啊？被川普的政府全部推翻呢？所以现在加州的环保人士拼命的催着联邦的 EPA，联邦的环保署，让他们的话破例，然后允许加州推动这些新的环保措施。也可以看得出的话，现在啊，连加州这个极端的民主党也担心有可能川普啊这个回来之后。 啊，他他会否决加州所所通过的一系列啊极端的环保政策？当然 i r a n m a s k 的话，他除了 Tesla、SpaceX 之外的话，他搬到加德州去以后，他享受了很多德州的优惠，并且他今天在德州的法院向劳工部开战。劳工部他基本上他都要求你们所有的。 啊，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你不能够啊，这个对员工的话，你不能够阻止员工啊组织工会啊，你不能够歧视啊这些啊。当然，呃，马斯克他是一个他自己觉得的话，你们政府绑死我们的。 啊，这个手了，然后员工呃偷懒，然后啊员工要做这些东西，我开除，我不呃我不赞同工会啊这些东西的话才是真正的啊我是做生意人，然后你们政府不应该来管我们，并且这个劳工部他有一个，如果是啊尤尤其是员工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还有就是啊这个啊这这个 disability 啊这个伤残歧视这些歧视的。 案子的话，一旦子提出来以后，最后做决定的是劳工部所谓的行政法官来做决定的。所以今天 Elon Musk 的话就正式挑战劳工部，他说你们现在的哈这个劳工部所做出的决定的话是不符合美国法律程序的，因为所有的这个行政部门，你这个行政法庭也是你们劳工部呃下属的，不是一个公正的。 一个法官法庭，所以话他就开始公开挑战你劳工部所做出的这些裁决的话不符合美国的法律。当然，他在德州提出来，就是因为德州大部分的法官都是保守派的法官，所以话最后的话有可能他这个行动最后打到最高法院，他希望呢最高法院能够将劳工部。 内部设立的这个法庭的话，能够解散掉，让所有的啊这些法庭的话，能够真正的话啊公平公正的审理劳工案件。这个消息非对我们华人非常重要啊！在一九九二年，加州通过了二零九法案。二零九法案的话，就是当时是 Pete Wilson 啊作为共和党的州长所推动的啊。这个法案是禁止州政府在 招工、招标、招生的时候，不能够因为民众的肤色、性别、种族、国籍而有歧视的行为，这个是非常公平公正的。我们美国本来就是不能够有任何种族歧视。呃，但是加州这个二零九这个法案的话，将加州州政府还有加州大学预留名额这种方法的话。 啊，这个全部打破了，啊，以往在二零九法案呃通过之前。 啊，政府是给少数族裔黑人的百预留百分之十啊，招生的话预留百分之二十五给拉丁裔，以后的话给黑人分配多少，招标的时候要分配多少，所以话百分之二十二的所有的合同都要给黑人啊，还只是女性的，所以这种的话是很明显的配额制，所以二零九通过之后都是取消掉，都是违法的，啊，但是在二一九九六年。 啊，我们还记得很多华人都上街头来抗议的，就是 S C A Five，啊，当时有五百多人的话跑到这个第四十九区啊，这个州，呃众议员周本利啊办公室里面游行抗议示威，就是因为太多父母的话觉得你加大加州大学都是我们纳税人付的钱的大学，然后你预留名额给拉丁裔黑人，而我们华裔子弟。 却因为是自己的肤色而被排除在加大的校门之外，所以话很多人都反对。后来周本立，以后我们也到了这个呃，当时提案的是加州参议员呃，Ed Hernandez 啊、呃，这个办公室里面去抗议。后来 Ed Hernandez 知道的话啊、呃，尤其是他代表的选区华人非常多。 周本利也是慢慢的转向，不敢支持这个呃 S C A Five。后来他将这个提案的话啊，就是放在一边，搁置一边，没有进行。但是的话，在二零二零年，他又包装以后，同样的透过要选民的投票啊，这个在二零二零年的话用，用啊 Proposition Sixteen 而、啊、这个案子里边的话，也让我们选民识破了，因为。 对我们来说，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希望的话有个公平竞争的，呃，不能够因为我们小孩子是呃 Asian 是东方人啊，他们成绩比其他学呃呃其他族裔的学生好，但是因为他们的肤色，而是他们没有被考虑到啊这个而录取的资格，这这是绝对不公平的。后来啊，越来越多的民众也知道这个要取消。 二零九法案的话，这个是呃呃第十六项法案的话是不对的。后来的话，民众以百分之五十七的反对声音的话，打退了 Proposition Sixteen，将第十六号的法案啊这个取消掉了。在取消的时候，以后我们我采访了这个我们的众议院共和党的啊好朋友陈立德啊，他说：“Daniel，不要高兴太早，他还会卷土重来。” 啊，很不幸的，这个案子现在又重、呃、卷土重来了。啊，这个法案里边呢，它现在包装成为这个呃，California Senate 啊 Assembly 啊，Congressional Amendment 啊，以后七号，所以要减轻 ACA 七。ACA 七基本上的话，也是怎么样子来替代二零九。他说，虽然我们不是在推翻二零九这个提案，而我是说的话，就是在呃州长。 可以因为某些族裔的性别的这种情形受到歧视，州长可以破例来啊颁布行政的手段啊，来在招生、招工、招标的时候的话开例。为什么会有这个法案来推动？因为州长 Newson 在两年以前，在呃黑人啊这个社区的推动之下，他们成立了一个这补偿委员会，要求。 补偿所有黑奴啊，这个这个子女啊后代啊，这个得的钱。当然，后来这个委员会啊提议的话，要补偿三十万，或者是每人补偿三十万啊。旧金山的议员呢，听完会的之后，他只只子大开口的说，我们一下子要补偿五百万啊！现在一下子要补偿，但是受了二零九的啊这法案的阻止。 二零九说不能够因为族医种族这方面的歧视区别对待，那黑人要补偿，呃，要补偿给黑人。那现在不是跟美加州的宪法啊这个二零九有抵触吗？所以说他们要想办法要将这个路障拿掉。他说只要州长的同意，以后我们可以开，我们可以破例。所以这个就是坚决的。 来取代了209，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现在今年刚刚开始复会以后，呃，加州参议院正在讨论哈、啊，这个 ACA7 已经是在上去年的时候在众议会已经通过，现在到了参议会通过，一旦只通过之后，那他就不需要公民的投票，这种情形的话，就是让州长有特权可以破例的。 可以绕过二零九这个反歧视的这个呃这个宪宪法条款了，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我们民众要叫度，要再度动员起来，反对这种的话。 要恢复歧视的这种做法，所以我会呃在 all or, or change dot org 里边里边谈到的话就是，就说啊现在呃这个已经有啊、呃、这个三千多人的签名啊、呃，最重要的目的希望能够筹在将来一个月能够筹到两万五千人，让这些国这加州的参议员知道我们。 不能够走回歧视、种族歧视的老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呃，为了我们下一代啊的教育，为了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前途，一定要反对，再度我们在华人社区要再度动员，再度来第三波来反对这种的话。 啊，歧视的行为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会在网在视频的啊简单啊不这啊这个视频下面的话啊将这个网址给大家，大家一定要签名啊，以后发出自己的声音啊，打电话给自己的参议员，发出自己的声音。好的，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红说法节目，我们下集再会。